好，今天熊先生，我们持续带你来聚焦的是两岸关系紧张。现在根据军事粉丝页截取一个最新的卫星影像显示，发现大陆解放军有一个最新的动作，这是位在内蒙古的朱日和训练基地模拟打造一个新的仿照博爱特区的全比例靶场。好，你可以看到呢，这个是透过卫星影像以及这个 Google 的街拍的地图来做一个对比哦。好，根据了解，就是提供解放军各型战机来进行炸射用途，针对意味可以说是非常的浓厚。好，来看到了这个对比之下呢，可以看得出来，总统府还有中正纪念堂的这个相对位置，似乎就是要提供空军、火箭军对地攻击的训练。解放军位在内蒙古的这个朱日和训练场，其实过去可以说是非常的神秘，只能用某来形容来称呼的一个军事基地。但是在2017年的时候，当时是90周年的解放军阅兵典礼就在朱日和训练基地这边举行，而大陆国家领导人习近平他也亲自到内蒙检阅发表谈话，因此朱日和训练基地又再次的受到瞩目。而朱日和训练基地其实过去是坦克的训练基地，但是这几年因为战争现代化多样式，也成为是解放军唯一综合复杂电磁环境应用系统和联合作战的实兵演练场。在2017年的朱日和军演的时候呢，当时解放军是以这个武装直升机群还有特战跟空降旅等等的混编队的联合攻击阵型，当时就有这样的一段画面曝光了，是针对这个我们很熟悉的总统府的一个模型来训练对台斩首行动的实战化编组还有演训，可以说是具有蛮强烈的针对性的。好，这一回呢又再一次被这个卫星空拍画面看到解放军模拟博爱特区打造全比例的炸射靶场，当然针对意味是可以说是非常的浓厚。而在2017年当时的这个军演，解放军就针对总统府的模型训练对台斩首行动。好，两相对照之下呢，其实可以发现解放军现在针对对台的这个攻击的模拟，这个程度可以说是更加的提高了。两岸关系紧张之际，中国大陆国台办在昨天就宣布欢迎前总统马英九第二度率台湾青年访问。这一次的行程最受到瞩目的就是马英九到北京这边，是不是会和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来进行第二次的马习会呢？因为寻根交流之旅，马英九又要率团来访大陆了。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冰华昨天表示，4月1号到11号，马英九先生将率台湾青年到广东、陕西、北京等地寻根交流，参加甲辰2024年清明公祭、轩辕皇帝典礼等活动并参访。陈明华说，欢迎马英九先生率团来访，希望两岸同胞共同传承弘扬慎终追远、饮水思源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这是马英九第二次。好，另外来关注的这个国际焦点就是这个日本的美国职棒大联盟的球星大谷翔平，他先前呢被爆发了一件这样的事情，大家都怀疑说这件事情到底有没有跟他有点关系，因为他贴身翻译水源一瓶被爆出有牵赌事件。那其实现在外界怀疑说，那大谷他到底涉案的程度是如何呢？现在他是首度以这个记者会的方式来面对媒体，但是大谷他一切他都表示全部都是谎言，连他自己都被骗了，为这个记者会做出了一个整段的表述。但是呢，其实在记者会现场没有开放给媒体提问，所以呢，其实还有很多地方大家看不懂的，也认为说他应该要继续的厘清。包括大家想要知道的是，虽然说你跟这个翻译不只是同事关系而已，而且两个人是相识多年的好朋友，那为什么翻译会有他的个资、他的账户这些比较个人的讯息呢？而且账户当中少了450万美元，大约是新台币1.4亿元，大谷也都不知道，真的有可能吗？这也是大家很想厘清的重点。已经翻译水源一瓶涉赌风波后，大谷翔平首度发声，提出两项关键证明，强调自己从未牵赌。まずはじめに、僕自身は、何かにかけたりとか、誰かに代わって、そのスポーツイベントにかけたりとか、それをまた頼んだり、っていうことはないですし、まあ僕の口座からブックメーカーに対して。誰かに送金を依頼したことももちろん全く、ありません。约12分钟的记者会，大谷六度用谎言、撒谎等相关字眼，坦言遭到信任的人背叛，震惊两次完全不足以形容自己感受。まあ結論から言うと、彼がまあ僕の、口座からお金を、盗んで、なおかつ、まあみんな僕の周りもそうですね、みんなに、まあ嘘をついていたっていうのが、まあ結論から言うとそういうことになります。
直球对决，外界也问整场记者会大谷表情和平时并没有太大不同，尽管透过翻译，但语气和态度上未全程读稿，眼神也未闪躲。不过不接受提问也让部分媒体认为还有很多未解疑问。まず初めに言うと先週末、韓国ですね、僕の代理人に対してメディアの、方から、私が、僕のにですね、日本のブックメーカーから、僕が、関与しているのではないかというスポーツバクチに賭博について、関与しているのではないかという打診があり連絡がありました。水原一平因涉嫌挪用大谷约 1.4 亿台币非法运动签赌，已经遭到道奇开除。但媒体关注为何短短一天内，事件从大谷转账替水原一平还赌债，逆转为水原一平倒转大谷存款给组头，就连 CNN 主播也提出质疑。They were also friends, and there is skepticism that it's strange that someone wouldn't know that this was going on. Or in 超过十年交情，两人过往几乎形影不离，究竟是还债还是背叛？尽管大谷站出来面对公众，但CNN记者表示，球迷粉丝是否买单还有待观察。但显然，洛杉矶粉丝力挺大谷，认为他们其实不在乎金钱，他们将会百分之百支持这位二刀流传奇。记者谢慧报道。太阳星全校克斐尔益生菌，我吃了两三天，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睡得好，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因为太阳星全校克斐尔益生菌，才让我认识到克斐尔益生菌，它是由多支菌种的益生菌所组合而成，不仅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正常运作，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当强大。你知道吗？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称它是神仙的礼物。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克斐尔益生菌不仅帮助肠道健康，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所以维持肠道菌丛的平衡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也因为这不是药，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选择太阳星全效克斐尔益生菌，做好日常的保养，身体健康没负担。每日克斐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折扣。